哦，所以总共是20关呢，哦，哎，我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未来的谢金燕，谢金燕姐姐的啊，哦，对，接班人就你了啦，真的啦，哈，是的，哦，好棒哦。其实他们第一个阶段哦，嗯，大概报告进来，说有总冠军的，我们叫做黑总。啊再比赛一次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台湾 number one， 现在这个小朋友啊，一般家长都是这样子啊，家长说小朋友没有什么兴趣，好好读书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不能骂告哎，小朋友读书被谁读？喂，上课可以赚钱，他这嘛是最重要。但是如果他有另外的才华，他要好好栽培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张嘉宇，我们这个姐姐哈，对，一直给你学一条舞啊，听得懂哈。啊，看起来是大家姐比较漂亮，还是姐姐漂亮？姐姐比较没有啦，小朋友可以哈，姐弟。哎呦，搞漂亮后，就一人猛的，对不对啊？来，胡瓜引导还是安引导？安哥引导。哎，引导。哎呦，美败啊！阿妈是这样搞的啦。真的，我所以始终阿妈在拖的对啊。就是那个在我们的电视录影的时候，他们阿妈，嗯，给力啊，那好，这欧里面尽量很强劲。哦，来来，阿妈嘞，好加酷哦，嗯，来来，我好好的栽培。真的真的，每天给他做这摇钱树哦。不是摇钱树啦，小朋友兴趣什么，阿妈家人都支持啦。绝对配合。而且重点是他又这么的努力跟认真，真的是相当的难得。现在没有什么小童星了呢，真的啊。好，那当然。国小五年级、六年级。国中一年哦，你不得了，你这种身高，国中一年级不用再管了嘞。那是因为姐姐穿了一个16公分的高跟鞋，不然现在一拖跟你一样高而已。真的。哎，拐掉起来，看姐姐比一下。对，下次，下次。哎，亚红梅艺人到现场，嗯，还是姐姐带，哥哥带，都可以。姐姐哥哥。比如说，姐姐等一下去尿尿了。对了，我马上去本寿几年呢，哈，对。哥哥带。厕所有人找我。来来，哎，继续来安排歌曲，好，这歌曲也是欢迎我们的九九。我们的豪华舞曲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哈。继续安排什么歌曲？迷这回。那迷这回，哎呦，经典歌曲呢啊！来来来，我们非常温馨的歌曲啊，我们的张嘉宇，谢谢。来，这边的朋友们，谢谢。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明日之星，我们的张嘉宇。我们的苏竹伟，啊，谢谢感谢哦，我觉得受众也特别参与哦，太漂亮了。
谢我们的台湾大魔王。哎呦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谢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做了哈，谢谢谢谢哈。来，欢迎盖桥，这叫阿公，阿公，他是谁？阿公，阿公，阿姨，阿金，赞哦，阿金，阿金，赞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秀梅歌曲继续了，谢谢哈。啊，喜乐来跳秀，我们张嘉颖啊，好，来，好，跟你秀秀来，谢谢哈，来，谢谢。歌曲来，我们可爱的，你要唱《痴情男子汉》啦！哎呦，你今天的歌很跳痛哦。你看，从个前面的快歌到《日不落青春洋溢之歌》，接下来带来这首《痴情男子汉》。这是圣公是你太光天化日了！来，痴情男子汉的掌声，欢迎我们张嘉颖。来，大家好，老婆带礼物哦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。来，一起唱的才有哦。谢谢福。
要小心哦。你是我的宝贝，我送你个辛苦老婆啊。尖叫声，你哪尖叫声嘞？哦，哎，我刚刚说过。